跟弟子规我跟弟子规一起生活了大概1000天的时间，啊，从零六年的10月份，一直到今天，差不多正好3年时间。这个当中呢，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的转变。这个刚才大慧老师说，陈大慧老师说，这个为什么要学《弟子规》哈？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我之所以走进这个传统文化这个大门，学习《弟子规》，主要是呢，我当时自己的精神呢很痛苦，啊，这个我是出生于一个高干家庭，我是硕士研究生毕业，我经历过上山下乡，我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啊，父母挨斗。啊，我是黑帮分子，我也考上大学，第一次恢复高考我就考上大学，然后又出过国啊，这个当时呢，胡耀邦总书记在的时候呢，提出来培养第三梯队，我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处级干部了，啊，是在一个兵器工业部的计算机研究所里当室主任，就所谓的第三梯队啊。这个呢，我也有过这段经历，同时呢，出国呢也移了民啊，国外的身份也有啊，不过现在是放弃了，因为老不回去嘛，人家要求每年住一半以上的时间，住180天，我每年都完成不了这个指标，所以呢，最后这个绿卡呢也就取消了，所以为什么跟大家啰嗦说这些事情呢？主要是说我这一生的经历啊，1955年出生到今天呢，一共54岁。回首过去这个一生啊，我成长的这个54岁当中，有40年是缺失了啊，做人的教育啊，10年文化大革命不说了啊，30年的改革开放，我在干什么呢？啊，一直。想寻找幸福，想寻找成功，得有钱，啊，得有钱，就觉得这种诱惑太大了，我就开始热火朝天的做买卖了，我就辞了职，啊，自己呢就开了公司。89年我就得了癌症，啊，得了癌症完了以后还转移了，啊，当时很危险，就晴天霹雳吧，啊，当时35岁，觉得。孩子才4岁，孩子才5岁，啊，我才35岁，我就得了癌症，而且还是转移。当时呢，在医院里住的时候，那大夫就问，因为你这个病是很重的病，啊，20000个里边才能有一个人成活。他说，你可能连过了年的春节，都够呛。当时这个事情放在我身上，我觉得，啊，特别的过不来哈，就是说。就觉得正在事业发展，孩子还小，就好像一天一刹那这个世界就变了，这个世界不再属于我的了啊，这个天很蓝啊，草很绿啊，人人都带着微笑啊，就我觉得好像是最痛苦最绝望。我就问大夫，我说有什么办法能把我治好吗？我说你要是给我治好了，哪怕我扫大街我都干啊，所以大家看那时候自己呢幸福的目标就认为只要让我活着，所以大夫呢就说，他说你呢踏踏实实的啊，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喝点什么，想到哪儿转转就到哪儿转转啊。我一听这个，那就是死刑啊，是吧，就没戏了啊，北京人讲话。所以当时呢就特别沮丧啊，那个情绪特别低落。那么后来呢，这老天他留了我在这儿啊，经过手术和8次化疗就起死回生了啊，这个癌就这个肿块就消除了。经历了那么一次大的灾难之后呢，人就老实多了啊，也戒了烟了，也戒了酒了，也不去歌厅了，也不熬夜了。但是呢，觉得哎呦，这个癌症去掉了，我觉得真幸福啊，我觉得真这世界真美好啊，
啊，看谁都觉得那么亲啊，觉得谁都那么可爱。可是这种好景不长啊，我记得好像我化疗停止之后，93年，啊，就是北京就开始搞房地产了，啊，搞房地产以后呢，哎呀，那时候又被这个外边的这种引诱啊，又觉得要搞房地产啊。我觉得最成功的商人、最有档次的商人是搞房地产，所以呢，我就在北京弄了一块地，啊，就是外交部东边那个丰联广场，啊，12万平方米，我跟香港朋友就盖起来了。从93年盖一直到97年，啊，93年拆迁，94年动工，一直到97年投入使用。哎，就觉得这个5年呢是非常辛苦的，就一直就马不停蹄啊，生活的特别疲劳啊，这个很兴奋，很刺激啊，就是当时我觉得就节奏很快，透支很大，所以呢，我不知道那时候，后来我就是看了报纸，我才知道我那叫得了焦虑症啊。就是脾气喜怒无常，啊，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啊，3点钟啊4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呢就自责，啊，就埋怨自己，啊，觉得这一生啊，有很多的不平，很多的委屈，这就是《了凡四训》里边说的“无事而常生烦恼”，没有什么，你还要怎么样啊，对吧？出身高干家庭。出了国，移了民，挣了钱，搞了房地产，得了病也没死，是吧？应该知足了，还有什么烦恼呢？啊，你要烦恼，那谁还没烦恼呢？是吧？这个，所以呢，这个最后愈演愈烈啊，就到了想自杀的程度啊。这个讨厌上班啊，这个一到了办公室呢就发脾气。啊，动辄呢，轻则呢就是臭骂一顿，动辄呢就拿脚踹人家工作人员，啊，就是无名火。这个工作人员啊，我那秘书在外边啊，笑一笑，我就拉开门就骂人家，想自杀，觉得生活没意思，看电视老换台，啊，腿老哆嗦，然后这个老发脾气。啊，越是跟你亲的人，你越发脾气啊，跟妈妈、跟妹妹，啊，所以我就到医院去看去，看完了以后，人家一检查完了以后说，这个你这是重度的焦虑症，啊，建议呢不要再工作了，啊，就是要休息，要吃药，要靠药物来维持，啊，这个我在我的以前的汇报过程当中也讲过这个病啊，吃这个神经控制类的药，人是非常痛苦的。啊，他叫这个，他强力的控制你，确确实实不想自杀了，啊，你确确实实不失眠了，但是呢，我总的感觉呢，就人就像木头一样，啊，就是一点感受都没有，啊，每天生活在特别沉闷当中，绝对的平静，啊，绝对的意志，啊，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呢，这个特别是晚上起夜的时候上厕所。那个起一个床到卫生间大概得需要十几分钟时间，啊，肢体的这个动作呀，这个一举手啊，一抬腿啊，一翻身啊，这个脑子里边就是轰鸣声，就和那个劈雷的声音一样，啊，特别痛苦，而且大夫还嘱咐我不能随便停药，停了药以后啊，就是弄不好有恶性反弹，啊，就可能会结束生命，所以这个药呢，还特别精细。啊，这个4个小时一次，2个小时一次，什么1/4片啊，1/2片，所以呢，就是建议我在生活当中要回避刺激源。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愿意看的人，他说你就别看了；不愿意干的事情，你就别干了。啊，这个自己安安静静的。我说那我不想。去办公室，他说那您就别去了。哟，我说那我就不上班了。他说那你还上什么班啊？那我说我讨厌我爸爸妈妈。他说那你就别欠你爸爸妈妈了。他说你自己弄一个房子住着呗。你这种人，而我说那，他说还跟我说绝对不许开车。啊，车子在你的手里就是杀人的工具，
我真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在国外有驾照，我回了国以后换了本子，有些时候这个病上来的时候就想撞人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报纸上报道这些司机啊撞人啊什么的，这都是有这种发泄啊，它有那种侵犯性和残害性，它这个疾病。所以呢就不敢再自己开车了啊，就用公司的司机。那么我问大夫我得吃多长时间这个药呢，大夫说你得终身服用啊，你活多少岁你得活多少年你得吃多少年这药。所以特别痛苦。晚上呢喝酒啊应酬，因为工作还得进行啊，还得指望着你啊。喝酒呢就借酒浇愁啊，在最短的时间内啊，这个我特别讨厌客人，我不喜欢见这些朋友，但是又没办法，你要办事儿嘛，你得找人家，那怎么办呢？我大概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先把自己喝得差不多了啊，八两酒就进肚了，那就生活在酒的世界里边了啊，飘飘若仙啊，这个就是好像觉得所有的人都很可爱啊，所有的这个忧愁和烦恼压力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啊，生活在酒的世界里，好像看到每一个人都特可爱，那饭桌上就讲黄色的笑话啊，大声喧哗，然后吹牛这个菜里有根头发丝就把小姐骂一顿啊，把经理叫来数了一顿，更有甚者是整个把这个桌子都给掀了啊，就是这种胡闹啊，这个吃这个十次饭吧，大概得有三四次是抬出去的啊，就是酩酊大醉，抬出去之后吧，这个司机给拉回家里头，就睡在车上，到下半夜两三点钟我醒了，他才把我搀回家，不敢叫我啊，怕我发脾气，车子里吐得一塌糊涂，说借酒浇愁嘛。后来这个你想半夜三四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呢就自责啊，就觉得咱们也是上过大学的人，也是这种家庭出身，而且现在我已经很有钱了，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失态，我为什么要这么样对待妹妹，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爸爸妈妈，我凭什么对待员工是这样一种粗暴态度，因为你后半夜你醒过来了啊，人清醒了，自责完了以后呢就想死，我觉得这活着真没意思啊，图什么呀，你说这一辈子就这么，难道就一辈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吗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我妈妈爸爸就很担心啊，因为我有这种症状，每年到春天的时候啊，就俗话说是黄花香疯子忙啊，就是那个油菜花啊，它一开花这个疯子啊就容易犯病，我是真有这种感觉，每年到春天的时候那个花粉的刺激啊，这时候大夫也嘱咐，爸爸妈妈也盯着啊，就是一定要按时吃药啊，一定注意这一段时间要回避这个工作当中的不愉快的事情啊，不愿见的人就不见了啊，不愿意想的事情就别想啊，出出国啊，到外边旅游旅游玩一玩散散心。那么今天跟大家汇报这个事情是吧，回想这一段时间，现在我有很多朋友，特别是做生意的啊，还有很多搞文化工作的啊，我有很多，还有很多干部啊，我的很多很多的官员的朋友，我跟他们在说到我这种病的时候，他们好像似乎都能找到啊，他们有这种不同程度的这种现象，所以大家觉得老板脾气大，觉得官员谱大啊，觉得演艺界这个傲气，实际上我猜想啊，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心理上的疾病和障碍，他不是他本性，他不想那样啊，他是一种难受，那个病给拿的啊，因为我是过来人。那么很偶然的这种机会呢啊，就是在2006年呢就碰到了弟子规啊，碰到了弟子规以后啊，人家给了我们一个邻居给了我这本书，给了我这本书以后，我当时还没觉得什么，就四月份啊，2006年四月份，我就往那一扔，他过生日给了我这本书。到了八月份啊，建军节那天，我说我看看吧，
我这一看，我就觉得这《弟子规》怎么讲得真好呀，我怎么就没学过这东西啊？而且还不是公开卖的，内部出版的啊，讲了113件事，1080个字，而且前面还有个序言，说做到了《弟子规》才算一个合格的人。我从头到尾一看啊，我跟大家说，我没一条做到的。你说凡出言信为先，我是张嘴就是瞎话啊。我统计过，我学了传统文化以后，早晨7点钟醒，一直到晚上11点钟睡，156句瞎话啊。这个你想，你想你早晨7点钟到晚上11点，大概是17个小时吧，15个小时，15个小时你得说150句瞎话，一个小时得15句，你60分钟呢，4分钟就得说一句啊，就张嘴就来啊，忽悠别人呐、啊、这个就是一点实话没有啊，而且不走脑子啊，养成了习惯了。这在中国古圣先贤上《了凡四训》上讲，妄言失智，那说话不走脑子，妄言就瞎说吗？失智是什么呢？你的智力不能控制你的语言啊。所以很多人啊说瞎话，我们真得同情他，他是一种非常非常重的一种病啊，我们叫做传统文化当中叫做罪障啊，叫业障控制着他啊。这个习惯啊，其实所谓业障就是一种习惯，下意识。那么我看完《弟子规》之后，我觉得哎呦，当时我52岁，我觉得这个悲喜交集吧啊。悲的呢是说我看到这东西太晚了啊，喜的是说我终于明白了，哎呀，这个人得是这么的啊，这才是做人的原则。我出过国，上过德国学士学位啊，德国硕士学位，插过队啊，当过干部啊，做过买卖，挣过钱，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人是怎么做的？所以幡然悔悟啊，就是我说我得做这弟子，我得学这弟子规啊。这个而且那个弟子规后面还讲了很多道理啊，就是为什么人要学弟子规。我就看了《了凡四训》这本书啊，中华书局出版的。看了《了凡》以后，我突然明白了，哦，人是有命运啊，但是命运是可以改造的，命运是可以转化的啊。《三字经》里边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今天所有这些麻烦，所有这些困难，所有这些缺点，都是后天的习性染污了啊，我本来不是这样啊，我有一个本性，本性是本善的，那么今天受到染污之后呢，所有的错误缺点都是因为染污。那怎么办呢？苟不教，性乃迁。哦，如果不受教育，这个社会上这么大的染污脱离你的本性，那么教之道贵以专啊，就说学习啊一定要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啊，别学杂了啊，先从弟子规做起。我就开始啊，就开始自己学弟子规。学弟子规的过程当中啊，我有很大的矛盾。我觉得弟子规啊说的是真好啊，这个觉得讲的也好，但是我确确实实说做买卖的啊，自己有公司啊，1年1个多亿的生意，我确确实实是不敢在企业落实弟子规啊。我跟大家汇报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东西啊，自己修自己的吧啊，把自己呢做错了的改一改啊，就是获得一种心灵的安慰和平静啊，活得踏实点。具体这东西能不能在企业当中落实，我这一点信心没有，咱们也赌不起，说实话是吧。这个1年1800万的行政经费，6000多万的采购啊，1个多亿的生意，2万多台炉子，这个不能拿这个开玩笑。所以从2006年下半年我就开始自己试着做啊。这个我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我来沈阳之前碰到一个朋友是天津的首富
啊，一个女企业家，非常成功，自己有钢厂，有房地产，有商场，那天津最有钱的人，一年挣几个亿啊，他的资产上百亿。他说他10月1号啊，看了我的盘以后啊，一直到10月20号都没从家里出来，也不洗脸，也不刷牙，蓬发垢面，啊，就觉得好像过去这47年啊，所有的价值观、所做所说所想全错了，跟我当时碰到弟子规的感觉完全一样，就崩溃了，就觉得这个白活了，这50多年，稀里糊涂的，是吧？就净干的是错事。他也是这样，然后呢，他这个就想死，要自杀。这个女企业家啊，完了以后呢，就希望能找到我。找到我完了以后呢，想跟我探讨。他现在就是什么都想放弃。他想到他过去这一生做买卖啊，得罪过的人，伤害过的事情，他觉得太不应该了啊，无地自容啊，这个一败涂地，特别沮丧。后来呢，我们就见了面了啊，从下午4点钟一直谈到晚上11点。所以呢，这个女企业家她跟我哭诉了她的这个忏悔，这个后悔和她的感悟之后呢，她说：“胡总，我现在就是面摆在我面前，我就很现实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说用弟子规都有这么一个瓶颈。”她说：“我现在企业每天面临着抉择啊，我这个副总该不该炒掉啊，我这个女婿跟我要钱，我该不该给钱啊，我的弟弟在我企业现在不听话，我怎么处理啊，我现在这个合同我应该不应该签啊，这个我这个制度啊应该不应该取消。真刀真枪啊，在企业落实弟子规。”他说：“那胡总，您说我怎么办啊？”我说：“你……”他说：“那我就不上班了呗，我上班我得做决定啊，我上班就是错误的。”我说：“你别……”我说：“你像我似的，我当时学完弟子规啊，我也是慢慢放。我先从哪儿做起呢？我看弟子规上说，教育者要先受教育啊。今天的教育制度啊，今天我们现在教育员工啊，教育学生，教育这个群众，为什么不灵呢？家长让孩子做到的，家长做不到；老师让学生做到的，老师做不到；领导让群众做到的，领导做不到。所以我找到这把钥匙，先从我做起啊。很明显的错误，我跟这老总交流，我当时的心路历程就是，你比如说说瞎话，这个你公司制度也没让你说瞎话呀，你能不能不说瞎话啊？我刚开始学弟子规的时候，我就在企业就下了一条纪律，我说不许说瞎话啊，从此以后，你们认为如果说只有说瞎话才能把竞争对手打败，才能骗客户给我们订单啊，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生存，我说那这个生意就不做了啊。我说先从这儿开始，哎，我在公司不让他们说瞎话是后，我自己先不说啊。你说管得住管不住？真管不住，张嘴就跟员工说瞎话，说完瞎话之后没关系，因为他不是弟，你这桌上有弟子规啊，一看哟，凡出言信为先，我再把我的部门经理叫回来，就有这点勇气。我刚才那句话我骗你的，我说错了，我说瞎话啊，对不起嘛啊，这个送到一个文件上来了啊，这个有一个项目报告胡总啊，一共3家竞争对手啊，请您批示看看怎么办，怎么拿下这个项目啊。我就写上啊，这个严厉打击竞争对手啊，揭他们的老底，把他们在这行业里所做的恶事一一兜了出来，批下去了。批下去以后再一看弟子规，凡事人皆须哀，江家人先问己，不行撤回来，还错了，这不能这么做，对吧？我跟着天津老板，我说我是这么展开的，是吧？然后我就把这销售员叫来了，我说你这不能打，胡总，你要不打击他，蹬鼻子上脸，我这蹬鼻子就蹬鼻子吧，咱不是学弟子规了吗？
远了，何必要说瞎话打击别人呢？啊，东边丢了西边就来，你信不信？我说那行吧，那听您的吧，因为这销售员都会提成啊，你把这个项目给他否了啊，不让他采取他惯用的习惯的做法，他就会觉得不得心应手啊。所以我跟这个朋友交流，他就问我学习弟子规的过程，是吧？我说学习弟子规，你就没事干了吗？在单位你先不要碰你的制度，也不要碰你的部门，也不要碰你的管理层团队，你呀每天上班各个部门去转啊，各个部门去转呢，你就会发现很多能落实弟子规的地方。说真的，我说真的，你那么多员工，大家生活在社会上，谁没个七大姑八大姨的，谁没个病没个灾的，谁没个困难，人在社会上谁没有走窄的时候，你那双慧眼，这个慧眼就是弟子规的眼啊，弟子规的眼，你就挑出员工有疾苦有灾难有麻烦有需要你帮助的地方，你从这儿入手。他说那您给我讲讲您的例子。我说我的例子，我们公司就一个员工得了癌症啊，34岁，还我是35岁得，他是34岁得啊，结婚5年，一个3岁的女儿啊，今天已经走了啊，2006年10月份得的，我刚学弟子规他就得了病。我当时公司的制度我都没碰啊，我就觉得弟子规上说的视诸父如视父，视诸兄如视兄，这个员工得了癌症我怎么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呢？如果我就想，如果我的妹妹要得了癌症，我霍耀林是会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怎么对待这个员工就没有说视诸兄如视兄啊？啊，我怎么就没有一种凡事人皆需爱啊，天同父地同乃这种感觉啊？因为作为现代企业，跟员工就三层关系，一个劳动合同，第二规章制度，第三四险一金，就完了。现在的企业组织管理冷冰冰的，没血没肉啊。你员工有你的利益，合同保证，我老板有我的利益，完全是对立的。这和谐呀，一就和了，二就对立了，这个一很伟大。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大的精髓就是这个一，天地人合一。所以我就没有这种一的感觉啊，但是我也得强迫自己去做呀。落实弟子规，做好中国人。您正在收看的是大型公益纪录片《中华传统文化论坛》特别节目，圣贤教育改变命运。这员工得了这么大的病啊，叫横纹肌肉瘤，这个肌肉有横纹和竖纹，它是横纹肌肉瘤。我那个癌症20000个里边能治好一个，他这个癌症资料上报道100万人才会有一个痊愈，他是长在鼻咽上啊，不应该动手术给动了，动了以后这东西就和韭菜似的疯长，然后就把他那个喉咙啊都给控制住，这边还有动脉，一换血的时候那个血就滋的这个墙上到处都是，特别痛苦。你想他这个血气方刚啊，小伙子34岁，我就去，我说我就问我那人事部啊，我说这个事儿咱们应该怎么办？他说胡总您不用操心了啊，这个就转入社保吧，啊，这个医疗保险咱都给上了，就您该忙什么忙什么吧，咱们没有缺理的地方，啊，这个员工也不会告咱们，咱们符合法律，就是要给人转社保了。我说这能不能不转？他说那胡总这可不行，这是制度啊，这个就要转到病退，啊。我是转了病退以后，他现在这个工资那怎么办？他说那就是差太多了，那不是工作人员了。哎呀，我说这个可能不太符合弟子规的精神。那人事行政部说胡总，那您看您什么意思？我说咱们这样，我说我请求您帮个忙啊，您别跟别人说，咱先把这员工啊一切待遇不变啊，工资照发，奖金照给啊，办公桌也给他留着。
我说估计啊，这个东西可能对他是个念想，是吧？咱们认为他能好，啊，给他是一个大的安慰。他说那行吧，既然您老板这么说了，就这么做吧。我当时很忙，我那个年代，2006年的时候，我跟大家汇报，我一年请客吃饭啊，280万，就经过我的手请客。2009年了，今天是11月，大家知道我这一年2009年我花多少钱请客吗？38万1。花了多少钱呢？196万。剩下的160万到哪儿去了呢？就像这种会啊，给送书啊，啊，员工孩子上学给钱呀，结婚了给点红包啊，生病了咱们给点支持啊，就干这个了，160万。这是我自己的花销啊。那当年呢，那个我那同事病的时候呢，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安排，我这些本儿我都留着呢，我那日志，从我做生意开始一直到今年，密密麻麻的。原来那个就中午跟谁吃饭，晚上跟谁吃饭，上午开什么会，下午开什么会，特累啊，哎呀，就是特别辛苦。后来呢，那天晚上我说我得看看这员工去啊，就是住不进医院，医院不愿意要他了。他这么重的病，你住在医院就死在医院，你到了医院你就站桩病床啊。我就找了医院的院长领导，我就给他安排进去了。安排进去以后我不敢看，因为我得过癌症，我知道那个得癌症病人那种绝望尽头。你像他那么年轻，我就去看他。看他完了以后呢，他躺在病床上也没法说话，这头全包着动脉，然后我一看墙上全是血，哎呀，我一看他们家人都在那哭哭啼啼的，我就给他讲了我怎么癌症好这段经历，我就给他送了了凡四训啊，给他买了 DVD 的机器，送了光盘，送了弟子规啊。我说这个人呢，不能为自己活着，孩子还小，老婆还年轻啊，为了自己你肯定会紧张，因为我是过来人，你要为了爸爸妈妈，你要跟疾病做斗争，要坚信啊，要战胜疾病，活一天就是给爸爸妈妈和妻子儿女带来快乐，带来幸福。他老点头就流泪，我就明白了，就跟我当年的感受一样，就是这个孩子啊，他可能担心，因为他知道这个病，他都上网嘛，这个横纹肌肉瘤这个是非常恶的病。他就说在这个，我说你是不是担心孩子，他说我是，我说这个我你信得过吗，他说我信得过您啊，我哥哥就跟您干啊，盖丰田广场的时候跟着我干了8年，您这人不错，厚道，虽然您脾气不好，但是您这人仗义，还有这么点善根吧啊，我不太在乎钱。我说你呢，把心放在肚里头，这个女儿就给我了，是吧？你呢，踏踏实实治病，我办公桌都给你留着呢，电脑都没撤。现在我跟人事行政部说了，绝对不许给你转到病退，啊，不能给你转到社保，一直给你开着工资，您放心。你走了以后，这份钱，你要能活过来，兄弟跟着我一块去，回公司接着练。你要是回不来，啊，你有好地方去，你踏踏实实的，啊，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啊。然后呢，他就特别激动，就抱着我啊，掉眼泪。我呢也流眼泪。我那天从协和医院出来，啊，我记得好像是冬天，就现在这个时候，10月份住的院。我就是抑制不住的就掉下眼泪来，啊，我这种眼泪啊，我没这么哭过，我首先我不知道那叫哭，啊，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觉得真甜蜜，这一晚上过的，啊，我把所有的应酬放弃掉了，我不请客人吃饭，我到了他那儿2个小时，今天这场活动一分钱的利益没有。不仅没有利益，还花了很多钱给他买这些什么 DVD 啊，给他送了很多营养品呐，啊，
还把女儿这个事儿给谈了，那意味着我还多花钱啊。完了以后呢，也是阴挺阴的天啊，我就体会，我说《弟子规》真伟大啊，原来爱人呐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情。这个是真幸福，这种感觉啊，因为咱们不玩虚的，是吧？确确实实，你说我去歌厅，我找小姐，我什么没干过，就没有这种感觉。这种怎么说呢？就《三字经》里边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性本善找到了，有那么点光芒，尝出这么点味道。哎呀，觉得这玩意儿真是哈、啊，这《弟子规》太伟大了。这给孩子写的这1080个字，我这个52岁的人，我看了以后，我怎么就会被他打动了呢？照他做以后，真是才短短不到3个月，就碰到了这么样一件事情。哎，这就特别鼓励我，啊，就是要落实《弟子规》，啊，完了以后呢，我就尝到糖的甜味了，是吧？您这个咱们没尝过糖的甜味儿。咱不知道这甜味什么滋味啊，啊，因为什么？孩子小送到国外了，那个年代都是竞争做生意，是吧？考大学、考研究生，没有跟孩子在一起，啊，父子有亲，这个亲意味着什么？不知道，啊，就觉得挣钱给孩子就行了，啊，你有车接你，有阿姨照顾你，啊，上最好的学校，出国我给你钱，这就代替爱了。很多家长送孩子去英国去澳大利亚都是出于这种心理，觉得欠孩子的，这一辈子在外边杀杀打打，没有时间跟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孩子一辈子啊，就是出国之前18岁几乎没跟父亲有过什么共同语言，相处特别冷漠。我就是这种人，那么我通过这个员工，我找到了人间之间的这种感觉。哎呀，我觉得这太美妙了，我这老祖宗真伟大啊。这个人和人之间原来是有这么样一种联系，啊，所以我备受鼓舞。我觉得呢，我呢还有点脾气啊，我这人比较爱走极端。我这个好东西咱们一定得宣传，啊，而且呢，向大家报告的是什么呢？我学了3个月《弟子规》之后，我那个焦虑症的药就不用吃了。这个。当时是不敢停药啊，就觉得这个大夫说不能停药，就一停药就麻烦。我是慢慢放，这个红药片我先不吃了，然后那个黄药片不吃了，啊，最后那个晚上的药我也不吃了，后来连安眠药都不吃了。大夫吓坏了，他说："胡先生，你可不能停着药，这家伙这个药，你知道这神经类的药物非常敏感的，我们可不能承担责任，你可别说是我这儿。"给您的意思让您停下来。我说您放心吧，我找了比您这药好多了啊，这个我这弟子规的药最灵了啊。挂一个号2000块钱心理门诊，还得半夜让司机去排队，我图什么呀？我说我这一本书1块钱都不用，是吧？1080个字读读学学做的就睡得香吃得饱特踏实。我说他说，而且吧，就你学了《弟子规》以后，因为《弟子规》它没有为自己的事情啊，它都是为别人的事情啊。我就慢慢体会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病态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说它病呢？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这种方式是病态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就跟那天津老板说，我说学《弟子规》啊。不是说我这边左手是生活，右手学《弟子规》，《弟子规》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弟子规》。咱们用咱们沈阳人民的话来讲，那就是一种活法，是吧？原来我是什么活法呢？自私自利，只想自己，啊，脑子里起心动念、说话、办事，没有一分钟是离开自己的。啊，《弟子规》呢？为什么说它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啊？他把别人拉到你的生活里边来，啊，他是让你将家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欲，啊，让你既要考虑自己，又要考虑别人，啊，这种生活方式就健康了，
啊，就摆脱了病态的生活方式。再往下来，只有别人而没有自己，像雷锋同志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像焦裕禄同志那样一心系着兰考人民。我这刚做那么一点点，我那种喜悦、那种兴奋、那种快乐，我能推演到雷锋同志当年有多快乐，我能推演到，我能想象到焦裕禄书记当年有多快乐。其实我们看着人家很苦，我们看着焦裕禄很不容易很辛苦，实际上世界上最乐的人莫过于焦裕禄同志，莫过于雷锋。啊，第一个啊，改变跟司机的关系。原来我一上车什么样啊，那身上靠着后边的座，脚搭在前面座上，这个儿也高啊，你说那司机在旁边开车，我那脚就搭在人家肩膀旁边，你说多缺德啊，咱们现在想啊，是吧。然后你说北京交通那么堵，跟人司机有什么关系啊，就一堵就骂司机啊，你真没福气，你给我开车全是晦气，你不开，你开哪条路哪条路堵，你说多损的，这老板当的哈。 啊这个不，这首先改啊，第一个啊，好好坐着啊，这关闭症扭闭结，袜与履俱紧切，绝对不能敞胸露怀啊，绝对不能四仰八叉的啊，得给员工做好榜样。我就跟天津老板说，你这个不违反公司制度吧，这个你改了以后什么都不影响吧，对不对，咱们先从这儿做起啊。哎，你看，戴碧璞身贵端，虽贵端辞而快。婢仆就是下级啊，家里嘛，弟子小孩嘛，他没有社会工作，所以他没下级，婢仆就是家里的佣人啊，作为单位来讲就是我们的下级。戴婢仆身贵端，你琢磨这三个字，贵，好榜样，端正啊，贵是正确的意思，端是直的意思。虽然你的行持比他严谨啊，慈而宽，慈是什么？爱的。宽呢，有错误要宽恕。我看到这三个字我特惭愧，我这司机是认一点错误都没有。你看人弟子规上说，即便有了错误都得宽恕，人家没错，我是找茬啊，发泄呀。 啊这得改。怎么改呢？改不了啊，太难了。我在这个讲《弟子规》汇报的时候，在各个地方，人家说胡先生您讲的挺好，我们想改，但实在是习气太重，改不了。改不了没关系，十次改不了，咱一百次。我刚开始那司机都吓一跳，往后边差点倒了好几步，是吧？说胡老板给我鞠躬，我说刚才你看这事儿也不能埋怨你，啊，路上堵车，是吧？这天安门那边堵，因为这北京老是有这种是首长啊，什么布置警卫路线啊，这什么这个勤务，那个交通就堵呗，堵我就骂这司机，你说你人家多冤呢？你说人家，哎，下了车咱就觉悟了，觉悟了就立刻就得改，哎，不要过夜，是吧？实在是见不着面了，发个短信，啊，你看我那个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我在餐厅跟我那副总吃饭，啊，跟我说丢了一个项目。当时脑子懵的一下子，我说第一期就买了咱们的炉子，第二期是板上钉钉啊，对吧？第一期400台，是吧？是一栋楼买了咱们的炉子，第二期12栋楼全面推开房地产，房地产是按阶段分的，是吧？那么你怎么能把第二期给丢掉呢？是吧？人家要给我解释，其实根本不是人家销售部的事儿，是完全是我的事儿。为什么呢？你想，一个房地产公司，他是请这个钱，他有程序，是吧？那么我们合同当中是货到后你要给我40的钱，我货到了你不给我钱，对不对？人家流程啊，人家批啊，从部门到经理，从经理到财务，这一圈得走下来啊，需要大概10天左右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工程很急，就像这冬天就要入住了。然后说胡先生，你们公司能不能先帮我们装上这炉子？不装，不给钱不装，我憋着你呢，等着你呢。
那你想这工程部他就不高兴啊，因为什么呢？工程部他跟财务部他做不了主啊，任何一个单位他都是有部门的这种区别。那这个时候财务部这钱没批下来啊，主管财务的副总出差没回到北京，下礼拜一回来，但是今天星期三一定要装这炉子，比如说这个例子，怎么办？不装，不见钱不给，是吧？货都交给你们了，40%的钱你不给，不能给，不能装，对立。人家工程部说什么？下次再也不买你王八蛋的东西了，你跟这憋着我你。你说这能赖人销售吗？这公司制定的制度啊，你不给钱就不给装炉子，不给装炉子就把人伤了，人用户拿到钥匙住不进去，没炉子，这冷的天没炉子行吗？自私自利呀，只考虑自己。现在那你说在餐厅吃饭丢了这12栋楼1000多台，我400多台我是竞争啊，就到了底价了，我就为了综入这12栋楼这1000多台，结果我这骨头是拿回家来，到吃肉的时候没我的事儿了，是不是？你就急了，啪，那个手机就扔到餐厅了，生气呀、那个餐厅的服务员都吓坏了，我这一扔完手机落地下，他那盘子也落地下了，哎呦妈呀，说这怎么那么大脾气，这个端着菜呢，也错了吧，错了以后晚上回家就给人发个短信，对不起，今天餐厅失态啊，这违反了弟子规，是吧？这个啊，原谅吧，是吧？就是说我这个岁数现在学也挺难的，希望你们也理解，是吧？这个改起来难，但是我真想改，我实在是功夫不得力，所以时有冒犯，希望你多多原谅。原来一年嘛得摔个，每个月得摔一部手机，大概摔个12-13部的差不多，现在这三年没怎么摔过了，一部都没摔过啊。这个所以你一学了弟子规你就冷静了啊，你首先你不能发脾气，你不能问的原因，你没有原因啊，不允许发脾气啊，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你就不能问，你就不能发脾气，这一不发脾气啊，就和这水一样，它就平静了。这一平静啊，你拿这个脸往水上一放，你就看清楚你脸长什么模样。如果这个水啊摇晃啊，这个水有波澜有起伏，我们的脸往水上一放就变形了，你往往看不到事实真相啊。所以这杯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能起心动念。讲到这儿，张静元张老原来退休的岗位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他解放之初给陈毅老总当秘书，我的舅舅是万里，是吧？张静元后来给我舅舅当秘书，说我跟万老啊，10年秘书从来没跟我发过脾气，就一次说话重了点，河南黄河小浪底工程一块去考察审这个图纸，特别疲劳，心电图替坡倒置啊，连夜坐直升飞机送到上海，到了上海醒了以后说这是什么地方，说这是上海，我到这干什么，他说您那个心脏出问题了，替坡倒置，那必须得治疗，说那会议怎么办，河南的会，那不行啊，这个事情是我抓的呀，我负责呀。张景元张老就说了一句话，您都这样了审哪样啊，我跟你说你净干着鸡毛蒜皮的事情，你净管着鸡毛蒜皮。张老说，万里同志跟我跟他服务10年，就说过这么一次重的话，鸡毛蒜皮，赶快坐飞机回去。心里装的是什么呀？你心里装的天下，天下就属于你的，你心里装的人民，人民就拥护你啊。中国传统文化说的清净心叫格物致知，正义诚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换句话说，什么叫格物？把你自私自利的欲望要格除掉，这叫清净心啊。不
不是说拿着国家的工资吃饱了钢丝床上一躺，这叫清净心，什么都不干。错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多忙啊。基础是什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格物就是把物欲要去掉，物欲当中最大的物欲是什么？自私自利。我跟这天津老板说，我说你要有坚定的信心，对弟子规要坚定不移啊！凡是成功的人啊，凡是幸福的人啊，我给你做证明了，我药就可以不吃了，是吧？焦虑症就好了。我说我今天带了很多文章，我的员工三年以后给我写的感受，说原来在卫生间要是碰到胡总，回到座位上我自己就说真倒霉，今天碰着老板在卫生间跟我一块上厕所。你说这员工，你说我这冤不冤啊？我这开着公司，我这外边压力这么大啊，做这买卖给你们上了四险一金，我在卫生间碰到你都觉得恶心啊。我跟老板说，我说就这待遇啊，你表面上对你恭敬，为什么？因为您能开公司啊，他是一利益啊，他对你重视，但是他没有尊重。今天三年以后是吧，员工在给我写这个报告的时候，那他对你那种认可啊，他对你那种赞扬啊，他心里那种感受和舒服，你是能看得出来的啊。所以我在企业落实弟子规啊，到今天三年时间啊，大家可肯定会关心您这成天不务正业啊，这个应酬费从280万降到了38万1。我跟大家说，这38万1啊，都在弘扬传统文化。昨天晚上我为什么不能来啊？人家请我吃饭啊，说那胡老板，我们这有个项目啊，想买炉子，咱们下周三见一个面吧。我就把沈阳这个会给忘了，我说好，下周三就下周三。一查11号晚上请我吃饭，2个小时啊，6点半到8点半，讲什么呀？讲在企业落实弟子规。现在客户反过来请我吃饭，胡先生，您只要有时间啊，你说中午晚上都行啊，吃什么您定。你看啊，不用您掏钱，我带着班子一块儿去听。班子最近有点忙啊，班子最近有点不团结，你给我们讲讲命运的事儿啊，这个你给我们讲讲改过的事儿，是吧？就带着班子来了，经理副经理一块坐着吃，是吧？然后完了以后送这个弟子规啊，送这个了凡四训啊，送这个太上感应篇给他们看啊，就传统文化讲的这些事情啊，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啊，如何管住自己的念头，特别高兴啊。而且不喝酒，而且尊重我的习惯啊，不吃荤的啊，这个就是特别有面子。而且原来我是什么样，我求人客户，求爷爷告奶奶，然后死拉活拽请人出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就是给人家一提到竞争对手就诋毁竞争对手，一说到产品就跟人吹牛啊。现在还用宣传吗？不用了。还用跟人竞争对手争吗？不用了啊。我昨天跟那个客户说，我说我最近学弟子规有一个误处啊，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刚开始学弟子规的时候啊，我认为什么呢？我胡小林有本事，我挣了这个钱啊，我挣了这个钱，我拿我的钱来弘扬传统文化。你看这里边有个我啊，我要吗？我学弟子规了，我要向善了啊，我要拿出钱来弘扬正法。我昨天跟客户说，我说我现在才明白，这也是学着三年之后慢慢有点悟出了。我这哪是我的钱啊，这不都是您的客户给我的钱吗？啊，你们是我们的父母，不给我们钱我们办不下公司。你们是我们的上帝，你们不给我们生意我们没法生存。你们是我们的恩人，如果我要拿你们给我这钱，我干嘛去？我泡妞，我买奔驰，是吧？我在吸，更有甚者，我在吸毒，我在包一二奶，啊！
我在去什么歌厅啊，我在搞那种染污社会的这些事情，你们是我的恩人，你们不给我钱，我成就不了这坏事啊！正是因为你们给了我这生意，行了，这坏事我干成了，我污染了社会，我污染了大众，我污染了心灵，我这恩将仇报啊！我说我现在明白了，我现在花每一分钱我都特别紧张，我该花吗？这钱可都是恩人给我的，我可不能让人家帮了我的恩人再跟着我一块儿去造恶事儿，然后再把这些恩人害了。江本胜博士水试验说了，你一个念头那水都知道，你一念向善，水的结晶是漂亮，你一念向恶，你骂的水是混蛋，水的结晶是散乱的。水是矿物，哎，矿物都知道你的念头，你更何况这些人呢？啊啊，我天天在害我这些恩人，我拿着钱，我去干这些自私自利的事儿，损人利己的事儿，能行吗？这个手机除了教人向善之外，还应该谈什么话？什么都不能再谈了。这个纸除了写《弟子规》劝人向善啊，分析学习《弟子规》心得报告，你还能写什么？你什么都不能写了啊！我说各位老板，这个钱是恩人给你的，你怎么花，你怎么花决定你的恩人他的什么处境。如果对你有这么大恩大德的人，你乱花这钱，你把他害了，你害了自己，你害了还害了别人。推而广之，胡小林，你今天吃这口饭，你今天穿这寸衣服，你要是说劝人向善啊，把爱心啊给广大的人民带来利益，热爱员工啊，热爱家属啊，热爱他们的爸爸妈妈，那您这口饭吃的对了，您这寸布没白穿，农民兄弟和纺织工人都跟着你沾光，因为他成就你的善事啊。我现在的员工我就这么教育，千万不要小看我们面前这张纸，千万不要忽视我们手中这支笔，是吧？钱不是我的。沈阳一开会，我特高兴，为什么？钱又终于有去的地方了，买吧，招呼吧。你再放到我那儿，我的儿子再不孝敬，存了他，你想想《三字经》上怎么说？人以子金满盈，我以子为金。你看，没有智慧的父母，一给孩子盈就是筐，金满盈。我以子为金，我给儿子就留《弟子规》。啊，你没钱是吧？《弟子规》能给你带来财富，为什么？《弟子规》是智慧，有了智慧，你没钱能挣来钱。啊，我怎么挣来的钱？那是过去修来的福报。啊，今天有了这个钱，有这钱干嘛用？给你用啊！你要没这本事，你拿着钱干坏事，危害社会，危害大家，我不干这个。我这一年大概2000万，啊，拿出1000万来，啊，干点好事，自己印刻《弟子规》盘，印《弟子规》书等等，像这种善事，再拿出500万来，留500万，企业够运转就行了，留着它干什么？司马迁说过，我留给钱给孩子，害了孩子。我给他留书，他可以不看，我给他留什么？我给他留德行，这个能够保佑子孙。中国易经上说了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什么意思？你的爸爸妈妈用不了，剩下来到哪儿去了？全余给了孩子。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各位父母，真正爱孩子就得积德，就得做好事啊。我今天来了，然后是现在北京下大雪，冷，是吧？我这成天找不到花钱的地方，我苦闷呐 啊这个北京突然下大雪，这降温呐。售后服务部跟我这个经理跟我聊天，就这不到10天的时间，打进来的电话维修量
呼入电话量25000次，每天平均3800次，上门达到800次，每一个员工手上13-14个活，早晨8点钟出去，晚上12点钟才能回来，整理完单子，领好备件，到下半夜4点，8点钟就得出车。你看，这个公司开了12年了，我都没想到过他们中午饭怎么吃。这些都是孩子，18岁的孩子，19岁的孩子。你看学完《弟子规》这人啊，一有了爱心呢，他就聪明，他就有智慧。我说，我想起来了，那我说他们这个中午饭怎么吃啊？怎么解决啊？你想这孩子他就不吃了，那花钱嘛，他挣那2半钱，你让他在外边去买顿中午饭得多贵呀、啊！我这时候我就跟那天津老板说的，你那眼睛瞪着呀，哪能用《弟子规》？你先用起来啊！我说行了，我说明天我去沈阳，我说你先把这事给我办了，拿2万人民币，先到超市买面包、买火腿肠、买榨菜、买豆干啊，就方便食品，一定让孩子把中午饭吃好。啊，你说你生活在一个《弟子规》的环境里，你知道多愉快吗？那人事行政部经理说了，胡总，我觉得这些孩子太冷了，啊，应该给他们买围脖和手套，啊，我说好，这个赶快去办啊，50个员工买50套，你看，啊，这钱哪儿花不是花呀，对吧？然后我说啊，我说我可把员工交代给你们二位了，一个是售后服务部经理，一个是人事行政部经理，是吧？我说你得把我带我，因为我说我现在不是外边老得跟人吹牛去吗？我说具体事儿我也干不了啊，我都得你们帮我的忙啊，是吧？我说你要照顾好，你看啊，这个思想的状态这种改变是长期的。我那售后服务部经理是个女同志，胡总您放心吧，我们一定把员工照顾好，但是也不能让公司吃亏。我说我都走了，都推开门都出去了。我说你回来，回来，我说你不行，我说这重大理论问题咱们得讨论讨论。我说什么意思？他说那可不是吗，公司老掏钱照顾员工，公司就受损失了，这个东西得差不多就行了。我说咱学传统文化，学了凡四训，你是白学了，你这不是把员工跟那个公司又对立起来了？好像照顾好员工就损失公司利益，好像为了公司的利益就不能照顾好员工。公司跟员工，胡主席怎么说的？是一不是二啊，照顾好员工才是根本的照顾好公司啊，你还不明白这道理吗？说真的吧，我说你这得写检查啊，你这弟子规白学，我还拿你这稿到这儿来跟人大家白话，说你还弄得不错，我说你怎么就这一句话说太没水平了啊，我这照顾员工我也不能损害公司，我说你照顾好员工才是真正的爱公司，那江本胜博士的水试验那不就说明这个问题吗？你一念爱心爱员工，爱心员工给你们反馈什么？我说咱们前两天不是刚刚表扬过傅占江我们的总工程师吗？啊，孩子要上学，他是张家口人，是吧？然后呢，在北京要上初中没有关系，外地户口不能上学，求到我，然后我找了区领导给他解决了，解决完了以后呢，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啊，傅占江全家给您老人家鞠躬啊，您在百忙之中找关系啊，帮我解决了孩子在北京的上学，啊，这个事儿，那什么呢？怎么知道呢？今年4月份我跟员工吃早饭，我就看他愁眉不乐。啊，愁眉不展，我说怎么了？他说孩子要上学，不知道送回张家口啊，还是在这儿上？回张家口吧，我们两口都在北京打工。你说我要放在这儿吧，咱又上不了学。我说行了，我说这个您算找对人了，我没别的本事，我就有点关系，对吧？我说这事我给你办，啊，办了，办了以后呢，4月、5月、6月到6月份，我还吃早饭。我看他老想跟我说话又不敢说，后来他说，我突然想起那孩子，哎，我说你那孩子接到通知了没有？他说没有接到。他说您别管了，您那么忙，我想我忙什么呀？我总工程师我不忙，我忙谁呀？对吧？
我当时就提起了一种感觉，我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儿子25岁，老大今年也是考研究生，我突然就发现我这个儿子上研究生，我这个操心呐、啊，没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那种感觉，我吃不下饭，我睡不着觉，问他拿到通知没有，您是怎么面试的，学校教授推荐信写了没有，我说我这员工这孩子上学，我怎么就没这股热乎劲儿呢，惭愧、啊、我这网上有我讲的东西，大家流通我的光盘，我太惭愧了，你算干嘛的你啊，跟你这么近的员工这孩子上学你就不操心，从4月份一直到6月份你都不问，你的儿子你天天啊不睡不吃你跟着操心，有分别心吗，不平等吗，就不是一了吗，哎呀那天我特别惭愧，我就找到这位领导，我说大哥你给办了没有，他说你看你吧事儿真多，帮你做生意就得了，那孩子上学的事你还找我，我说大哥今儿我弟弟给您立下军令状，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求您生意的事儿。啊，你把这孩子给我办了，大哥，您功德无量，我胡小林给您鞠躬，我以后不再找你添麻烦，什么为了生意我找您，大哥，这个您必须得办，我这落实弟子规了，我的孩子上了学，人家孩子没上学。我说大哥，而且我还给他讲道理，您这是阴德呀。阴德天报之啊，你这我这员工不知道谁帮的忙，是您帮的，我不跟他说呀，您的子子您今天把他的孩子照顾好了，以后您的子孙万代那还错得了吗，大哥啊，这领导说你这都是什么理论呢 啊我说您看看这《了凡四训》上说特清楚，把别人的孩子照顾好了你的孩子就没事了，把别人的太太照顾好了你的太太就没事了啊，我说这里边是道理呀、啊、大哥。哦他说你说照顾好别的太太不是别的事，我不是别的事，你生活上关系你可千万别想别的。哦对对对，我明白了。最后就给解决了。解决完了以后啊，这个孩子给我写了一封表扬信啊，表扬胡叔叔啊，今天我带来了，我给大家念念。说感谢信。尊敬的胡伯伯您好，首先祝您工作顺利，寿比南山，事事顺心。你看，我是您的员工傅占江的女儿傅佳，衷心的感谢您对我莫大的帮助，由于外籍户口的缘故对我上初中造成了一些困难，您在这时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我找到了合适的学校，我不知该怎样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俗话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您积德行善乐善好施，在今日后的日子里您会更多财富更多福气万事如意。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今后我会以我的学习成绩来报答您对我的恩惠，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我会以您为荣，做一名孝敬父母积德行善遵循弟子规教诲的好孩子。祝您和您的家人生活美满，事业顺心，健康长寿，辞职敬礼，傅占江之女傅佳。后来择校啊，选择这个学校要掏30000人民币，大家不是说吗，我那190万干嘛去了，30000人民币我给他了啊，99年就跟着我，10年了，人有几个10年？胡小林，你知足吧，这么踏踏实实在我这干，吃亏吗？掏了30000人民币，总工程师。我临来之前，上个月给我打了一个报告，我们这个锅炉有烟管，我们现在的烟管叫冷拔铝。就是塑铝的，一套成本122块钱。他在宁波找了一个国企，规模比现在四川绵阳的大好几倍，质量完全一样，88块钱一套，122减88，35块钱。我一年2万台炉子，70万，
节省了，就是他。说还有不锈钢的，50块钱一套，122减50，70块钱，20000台炉子，140万。说利益别人才是真正的利益自己，心里装着员工，员工才为你服务。我现在1800万行政经费，我一个条子我都不签，你们看，你们签字就到财务去报销。原来我一进办公室，左边那一大文件夹全是报销条，右边这一个不是什么员工跟劳动局起诉我吧，就是律师函吧，就是什么这个欠款通知书吧，然后就和最后通牒似的。现在我再一进办公室，山东给您寄来40箱苹果，山西给您送来1000斤小米儿，浙江给您送来50斤茶叶，全这个，是吧？你说这君子乐得做君子，我一天会也不开了，我就更不要说发脾气，我连人我都见不着，对吧？我这早晨学《弟子规》，然后下午写大字，晚上吃饭应酬就跟人讲讲传统文化，劝人向善，怎么样啊？生意，第一年学《弟子规》，31000台。我们一年签25000台，那就算好活。第一年学《弟子规》，对我胡晓林就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多了6000台。平常一年1亿3000万的生意，07年1亿6900万，破历史记录，没卖到过3万台以上啊！啊，不亏吧？说这偶然的，您撞上了。第二年2008。奥林匹克，北京5月1号到10月1号，6个月不能有工程啊！这大家知道啊，因为北京要开奥林匹克了，民工都得遣散，所有的污染项目都得关了。我当时想，180天没活，得了，搞《弟子规》培训吧，印法宝吧，把这年挨过去吧。24800台，这是08年，第二年学《弟子规》。去年金融风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地产银行不给钱，说有泡沫要打压，要把水挤干净，所有的房地产商都滞后不干了，把地握在手上，说人不干了，人不干完了以后你就没活了呗。你看，返24800。到了去年年底10月18日，北京市建委下了一个文，说保障性住房应采用集中供暖，换句话说，就不能用壁挂炉挂在墙上分户的。跟大家报告，我一年25000台炉子，有20000台是保障性住房给我的。我一想，完了，这玩意儿1000天不到啊，金融风暴咱就不说了，房地产泡沫咱就不说了，这到年底10月18号，北京市建委下了一个文，不让用这种炉子了。换句话说，就五千台，5000台都是商品房，商品房人又不干，那不就没活了吗？我想得了，我5月份在青岛，我说到现在为止，我一台炉子都没签，但是我心里坦坦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命里有他就得来。命里没有，我就关了公司，我就宣传《弟子规》了，我就把剩下这点钱我全给他嘚瑟出去，完事儿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当时这么想啊，我说您古圣先贤，您看着，您要觉得我胡晓林有点出息啊，您给我留点生意，我在企业落实《弟子规》，我给广大的企业家和社会做个好榜样，摸索出点经验，然后让大家从痛苦当中回来，走上觉悟的道路。您要觉得我小子今天这点事儿断了，那您就关了他，我也就踏踏实实好好的修学习啊，我在家我没事，我省心了，我这拿了钱我还成天提心吊胆。嘿，7月8号我在唐山1000台炉子，7月20号我到保定1800台炉子，
八九十三个月，到今天36000台炉子。哪儿来的呀？因为国民经济滑坡，国家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搞土地储备，农村的地全部要征用啊，搞商品房建设，那农民要上楼啊，农民上楼就用这设备，光朝阳区一个区11万户，我才签3万户，算什么？明年后年全拿下来了，着急吗？这是你发脾气发来的，这是你西方谈到的竞争争来的，对吧？所以说，那这个签了36000台，我做生意开这个公司97年到今天12年时间，我最高的一年07年31000，今年36000是第二个高年。我跟我的员工说，我们今天是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市场，同样的北京，同样的开发商，我们有什么不同吗？不同，生意上去了，员工愉快了，待遇提高了，老板焦虑症好了，有笑脸了，卫生间见了我也不着急了，是吧？不一样的是我们的人心，传统文化挽救人心，挽救世道，这是一点不假呀。啊，做买卖的朋友挺多，衡量一个企业健康不健康三大指标，第一销售额，啊，刚才给大家汇报36000台，第二回款，我常年在外面扎着我的款3000万，我怎么催钱上来？你让我安装，我不安装，你把钱给我才安装，对立了。安装完了你不给我调试的钱，我不给你调试。给钱才干，给了你项目，这一路下来就是不愉快，你处处憋着开发商，你处处限制客户整人，最后修炉子，你不给我5%的尾款，我不给你修炉子，弄得鸡飞狗跳。这老百姓找我，我这么冷的天你不修炉，开发商不给钱找他去，矛盾嫁祸于他，开发商乖乖的给钱，杀鸡取卵啊，开发商你过一个就和老狗熊掰棒子似的，下次自然还找你吗？不找你了，我找了你，我这一路下来从安装调试到售后，你没有一次你胡小林不是掉在钱眼里的，给钱干，不给钱就不干，自私自利到了极处。分包怎么样？到了春节堵办公室就骂，给你王八蛋干一年了，你不给我钱啊，领着孩子在地毯上一呆呆到下半夜，我干嘛去了？我海南我度假去了，我不给你批钱，干这个。今天我拿了这个文件，8月1号合同执行部给我，我因为我觉得我太长时间不管公司的业务，原来催款全是我，求领导帮忙，大哥给点钱吧，活都完了，而且公司挺紧张，我已经2年多不催款了，我说我从保定回来以后，我说我看看公司的外边欠我多少钱，啊，一看8,682,400，原来3000万，4,832，1/4。你说，再仔细分析这860万，220万是奥林匹克工程，那是必须审计完，因为奥林匹克工程是外国人的工程。审计特别严格，一定要审计完以后才能还。860万减220万，还剩640万。640万当中有500万是3个民营企业家，我没有学《弟子规》之前欠我的。换句话说，真正该还我而没还的140万。各位朋友，作为一个公司一年做1.5亿的生意，外边回款差150万，叫差吗？1%都不到啊，这太健康了。这了凡四训说，这个你有福的人你用着着急吗？冥冥之中就给你安排了，我就没打过电话，没催过钱，我拿来了，说
差800万，这是一。第三一个，提前给钱，这对我们做买卖人太不可思议了，是吧？原来做买卖是怎么着？扎你一款，安装完了给你50%，投入使用给你30%，还有留在20%，给2年以后看你这炉子没问题给你，那就算不错了。今年累计提前给钱的项目1200万，为什么？不知道，是吧？这我就问我那个副总，我说你他干嘛？1月份才要炉子，怎么9月份就给钱了？提前5个月呢？我说你是不是跟这李总特熟？他说熟什么呀，胡总，连顿饭都没吃过，就是到他的公司，他的办公室里头对图纸，就这么点交情啊，给人送了点什么法宝啊，什么《弟子规》啊，《三字经》啊，啊，就这个，就给了500万。说那吓一跳，您是说什么意思？是1月份给不了500万？不是，公司下钱了，你先拿走吧，这500万你拿走我就踏实了。我说那你是不是请他唱歌了？他说没有啊。你是不是请他洗澡了？没有啊，胡总，我没干这个了。那他怎么这么对他那么好？他不知道。我说你先拿着吧，这是一笔。再一笔，农村的项目，农民兄弟说要炉子了，预付款120万。那老总在河南出差，说你得给钱，我们给你发炉子呀。合同执行部通知的啊，行了，先拿200万走吧。哎呦，我说您干嘛多给我们80万？哎，行了，你80万不是后边还得买你们的吗？你先拿着，到最后多退少补。你说，你说这个，你说你听了不感动吗？你说咱们也没请人吃顿饭，我连面儿我都没见过，人家给了200万，是吧？还有的是什么呢？到二期了，嘱咐工程部不许压价钱了啊？为什么呀？你胡先生他们挣点钱啊，做好事儿。我明白了，他那好事当中不是也有咱们的钱吗？是吧？那他功德无量，说了都是一不是二，他有多大功德，咱们就有多大功德啊，是吧？而且特别是这家，我就想起来了，当年我第一次跟他签合同是2005年，我还没学传统文化，我帮了他们公司大忙，因为他们原来要接市政热力，不用天然气取暖，后来市政热力公司因为管线的问题能力不够，不给他们暖了，最后说胡先生您有关系，您帮我们把天然气接进来，接进来以后我们的锅炉全买您的，无论是大锅炉小锅炉，除了您的炉子我们谁都不买，好好的等我们到签合同的时候，天然气给接进去了，到签合同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副总啊，搞销售的，人家拿出一个咨询协议说，哎呀，你们都有关系，这么大的干部家庭，你别给我们捣乱了，我们这小小的农民啊，你万一卖了你们的炉子，你要不给我们修，我们有什么脾气啊？你们竟是认识头领导，得了，给你们50万人民币，拿回去吧。啊，这炉子我们买别人没关系的，这样他听使唤。我这副总一听，当时就急了，啊，当他的面就把这咨询合同给扯了，说我们是叫花子呀你啊，我们胡总都说了，帮忙不是为了拿咨询费，我们早就发了。对，我们就是要踏踏实实搞项目搞工程，你算了，你不给就算了，这是一期就没买我的，给50万，就这个客户，到了二期的时候就通知工程部不许降价，全都给汇通公司，因为社会上需要这样企业家，他们做点好事挺难得的，支持一把吧。就孔老夫子说什么？德不孤必有邻，啊，你有德性了，我跟你讲，在您身边的人一定很多，支持你的人，帮助你的人一定很多。那么今天我就给你拿这例子，是吧？所以提前给钱，啊，这个不欠钱，而且生意还上去了，是吧？这个你说这种老板当的，是吧？怎么会有今天这种书生的变化呢？那就是因为胡晓林自己改起，是吧？自己以身作则，我要员工做到的我先做到，我要员工想的我自己先想，是吧？我这个每天我那人事行政部经理到我那儿
那天津老板说，那我就没什么事。我说你有事特忙，我人事行政部经理找我，不找我找他呀。我说你过来一下，我说我们公司成立爱心基金了，我胡小林一个月拿出2万块钱放在这里头，都8个月了，16万你怎么不花呀？我说我要挑出员工有困难，我要启动这爱心基金了，你可失职。我人事行政部你这么管，他能不跟上吗？哎，昨天第一次逼着他启用了，打扫卫生的阿姨子宫做手术，1800块钱，家里特别穷，床铺特别单薄。我司于2009年9月份正式成立爱心互助基金，在这不到两个月的中间时间中，我们的爱心互助基金管委会的委员们每天都在自己的身边寻找我们要帮助的人和事，公司领导也多次关心和询问我们，让我们用去真诚心去发现员工的疾苦，让我们用爱心去帮助他们。现在我们高兴地通知大家，我们的爱心互助基金已经正式启用了。公司的保洁员文碧秀阿姨因2009年10月底生病，检查费、手术费、药费共用了1800多元，11月份还要去再复查。文阿姨与丈夫每月的收入除家里开销以外，支付孩子学费后所剩无几。文阿姨身体状况不好，而且家庭收入不高。文阿姨生病期间，我们去家里去看望她。文阿姨一家就生活在一间10几平方米的平房里头。虽然天气已经非常冷了，但是床上只有薄薄的被褥。也没有取暖，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电器。由于生病做手术所产生的费用，让原本不富裕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故公司资助文碧秀2000元整，请文阿姨安心看病，好好的调养身体。2年多，传统文化的学习在每个员工心里都播下了爱的种子，在员工之间建立了一座爱的桥梁，是员工之间爱心的接力棒。每位员工的点滴爱心都将化成一缕缕阳光，汇成一股股甘泉，给需要帮助扶助的人以无限的力量。这种故事非常感人，很多啊，我这一块毛巾根本就不够，说实话啊，这个阿姨最低级的、最低端的被人忽视的。推而广之，我们那个写字楼的楼层打扫卫生间的阿姨是公共区域的，中秋节我们送月饼，啊，吓一跳啊！谁还想着他们送月饼，打扫卫生间的阿姨。更有甚者，我这次中秋节说送4种人，第一，不愉快离开公司的员工我们要送月饼，啊，要送健康饮食，要送弟子规，啊，我写了热情洋溢的信，我说你们跟我们在一起遭受了很大的委屈，今天我胡小林学习弟子规，我觉悟了，我向你们忏悔，我携全体公司员工向你们鞠躬，承认错误。啊，哎，中国传统文化告诉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过去我们结的怨，我们造下的仇恨，全都是因为我，没有您的原因。今天3盒月饼加一份法宝，希望共沾法喜。这是我的手机，你们有什么困难，随时跟我联系。第二一个啊，就是凡是开发商后期不买我们壁挂炉的，我们送月饼。原来不就不理了，你不买我们买了竞争对手，我还理你干什么？现在要送啊，恩人啊，人家不买我们是因为我们伤了人家，
今天我们觉悟了，我们承认错误，借着中秋节月饼这个大团圆的时间，我们送法宝，公司有多少员工我们送多少份儿，啊，100个员工咱送100份，80个员工咱还送100份，啊，第三我说竞争对手要送，啊，在商场上跟人搞招投标，陷害过别人，诋毁过别人，挤得过别人要送，啊，干嘛？孔子的学生，老祖宗的先子孝孙，给世人做好榜样吗？啊，世人看到你们汇通公司这种行持，看到你胡晓林所作所为，人家对传统教育升起信心，更多的人愿意学，更多的人愿意接触，不是吗？啊，第四，凡是欠我钱的，这862万开发商要送月饼，为什么？做一个好榜样。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弟子规，伸出援助之手，将家人先问己。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别人帮助我们？是的，就这6个字就够了。啊，所以3年实践弟子规，啊，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旅程。啊，钱没少挣，名没少出，但是这种愉快是能用钱买来的吗？是能用名带来的吗？啊，谢谢大家今天听我这啰啰嗦嗦讲的，有讲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学习传统文化当中啊，有一个误区啊，这个我自己也经常做检讨，就是原来没学传统文化之前吧，心里头啊没那么多标准，不会批评人啊，就是俗话说还像个人样，学了传统文化以后吧，自己不改过啊，拿了学的传统文化呢挑三拣四啊，这个指责别人批评别人，这个传统文化就学错了。传统文化应该像双立老总这么学啊，就是改自己啊。所以说呢，这个《了凡四训》当中有一句话啊，未论行善先须改过啊，就是你先别想做善事，你先把过错改了啊。那么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有个比喻，就是你所有的这个缺点呀，这个恶习啊，就相当于杯子底下那个杯底儿有漏洞一样，我们叫做有漏。什么意思呢？东西都漏下去了。把什么东西漏下去呢？就把你的福给漏下去了。所以那个改过的过程呢，就是要把这个杯子底儿啊给它堵上，不要把这个洞啊让它再留那儿啊，先把它止住，先不让福流走。第二件事呢，啊，第一个叫改过之法啊，就《了凡四训》上讲的。第二件事呢叫积善之方，然后呢再往这杯子里边呢再倒水，倒水呢就相当于积善啊，把漏洞先堵住，第一步。第二步呢往里边倒水，第三步呢谦德之孝啊，谦德就谦虚，你看啊，这个地上有坑的时候那水就往里边流啊，它低它挖，所以那坑的边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杯子的帮啊，谦虚就相当于杯子的帮啊。所以这三件事大家要记住，第一个要把杯子底儿堵住，漏洞堵住，就是要改过。第二呢要做好事啊，做好事完了以后呢就往里边积福。第三一件事要把杯子帮给它打造出来，这样你积那个水它就不从边上流了啊，谦德之孝啊，谦受益满招损啊，就记住这个，一定要从自己改起啊。英雄儿女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啊，王成烈士说，亲爱的首长，亲爱的战友，为了祖国，为了人民，请向我开炮啊。学传统文化就要向自己开炮，不能向别人开炮啊。这个第二件事情呢，学传统文化呢，很多这也是我自己的亲身的一个走出这个误区，就是特别容易在事上啊打转转。中国传统文化不论事，论心。我在今年5月份去青岛，给大家汇报的时候，就有一个老板来机场接我。接我的时候呢，他说：“胡老板，我看完您的这个盘之后啊，我现在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我得跟您说说。你看我这么处理对不对？”他说：“我呀，买一辆奔驰，
我刚刚把定金交了，我交了这个定金之后啊，我就学了您的传统文化，我这奔驰你说我不要吧，人家那个卖车的肯定就杀我的定金就不还我了，你说我要了吧，你说我这玩意儿又是开始搞那个享受啊，又是开始搞浮华搞浪费，我这车到底应该怎么办？你看学弟子规就经常碰到这种特别棘手的问题。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论心不论事，你如果说哈、有一个小老板啊，刚刚挣了二三十万这一年，是吧，他这个心思是刚刚脱贫，刚刚从打工走出来，你现在跟他说你把那二十万像胡总似的买书捐给沈阳，他肯定不干，说您谢谢您了，我这好不容易刚刚脱贫，刚刚能打上出租车啊，你是不是现在让我学传统文化，我要把一切都放下啊，要捐出去，他不是那个境界。但是你要跟比尔盖茨讲奔驰，比尔盖茨人家呢几千个亿美金都捐出去了，对吧？所以说我们传统文化完全看对象啊，如果说你这个奔驰坐下去啊，这个小老板啊，三四十万小民营企业家，他看到这个奔驰他就会想，这王双立老总坐着奔驰为什么呀？因为学传统文化了，乖乖，传统文化开智慧，智慧就能挣钱，那咱也得学。你看你这奔驰车是功德，你度了他了，他通过这奔驰车的觉悟了啊，就是这个，是吧？那么你这个奔驰车坐出去以后，所以我们一念觉悟，没有一件事不是积极的啊。那个你这个奔驰车一坐，你坐了奔驰车给人发弟子规啊，你说你用骑个自行车你给人送弟子规，人谁敢学呀、这不学还好点，一学成这个了，对吧？这弟子规不能学呀、学完下岗了。所以哎，你这个奔驰车就是道具啊，干嘛呢？帮助众生，启发众生，引导众生的教育。我们传统文化当中说，要想帮助他觉悟，先用利益来引诱他。你看这多慈悲啊！啊，这个啊，所以关键在于存心。我今天还坐奔驰啊，我胡晓林，我今天在北京，我还坐奔驰，我还住别墅，我就要给这些老板做好样子，是吧？你看胡晓林人家要365天一天会不开啊，天天到外边去给人讲，人家坐着，人家住大别墅，人家坐着奔驰，是吧？然后人家你看那高级餐馆也去啊，哟，这学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怎么这么好啊？那咱也得学呀、但是不一定啊，不一定你这奔驰车就所有人都能觉悟啊。那比尔盖茨一看，你这奔驰车哪行啊，对吧？人家呢直升飞机都不愿意坐的主，能要奔驰车吗？什么人能渡比尔盖茨呢？陈大慧老师啊，1块钱的手机，8块钱的布鞋，无比的快乐。比尔盖茨这么多钱啊，比尔盖茨这么多钱未必有大慧，肯定不如大慧老师快乐。那比尔盖茨一看到这1块钱的手机，再看到陈老师穿着8块钱的布鞋，他不得琢磨琢磨吗？他怎么这么快乐呢？啊，我怎么这么多钱我还那么烦恼呢？啊，所以说这个大富的人一看陈老师觉悟，哦，原来幸福不在物质上，原来幸福不在享受上，真正的幸福是心存爱心，为了利益别人，觉悟了啊。所以我有好多朋友啊，好多我的朋友学了传统文化，不学的时候两口子还在一张床上睡，这一学抱着枕头走了。我说你这玩意儿，你说你先生要看了这个，他能让你学传统文化吗？你们学的是什么东西啊？啊，妻离子散，啊，天天学会批评人、指责人、数落人。没学传统文化之前，你还像个人样；学了传统文化，你会天天横鼻子竖眼的。你，我就是这样。啊，我学了传统文化，我一回家，我说我妈说，哎，那个小晴啊，啊，我们家那阿姨啊，把那冰箱里的肉都收了啊，《弟子规》回来啊，是《弟子规》回来。啊，这我这，你啊，赶快，这冰箱收拾收拾，放到楼底下那个地下室那冰柜里头，
这可了不得了，学传统文化了，好家伙，这哪是回家看我们，这不是日本鬼进村吗？这个是吧，这就错了，冲自己啊，改过，因为除了自己之外没有别人，一即一切，大家要记住，自己就是别人啊，你自己改好了，你看姜本胜博士说，你的念头好了，水就好了啊，你的念头好了，山河大地就好了啊，你的念头好了，环境就好了，祖国就好了，人民就好了，环境随着你的念头变啊，你把它修好了，就和那幻灯机似的，你把幻灯机修好了，你的念头就是那幻灯片，你一个富士山，哎，富士山就打出来了啊，你一个颐和园，颐和园就打出来了啊，这是好念头，你一个恶念，嗔恨别人，恨别人，嫉妒别人，障碍别人，坏的景象就出现了。那谁的幻灯机？您自己的。谁在控制？您自己呀。片子谁做的？您自己呀。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是理论基础，大家一定要记住。谢谢大家哈。我自己好了之后，我的爸爸妈妈特别喜悦。啊，你说我想孝敬父母，我得焦虑症，我能孝敬吗？我跟爸爸妈妈坐在一起，我就是每个月，说白了，我跟我爸爸妈妈的关系就是财务，给我爸爸妈妈把钱花过去。啊，我给妈妈买一辆车，配一个司机，给他们买了房子，给他们装修，给他们交物业费，给他们请阿姨，我觉得就够可以了。我认为这就是算孝。后来等我病好了以后，我妈妈跟我含着眼泪说，她说，儿子，其实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个。我妈妈爸爸都是老革命出身，14岁就参加共产党，农民家庭出身，说的我眼泪也下来，她说，实际上我们最在意的是你，你的精神状态好坏，你的快乐与否，比这个房子要重要的多，比你给我们配的车子重要多，比你给我们请这三个阿姨重要的多。所以《弟子规》上说，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我才知道，我因为没学习《弟子规》，从86年到2006年这20年间，我这做生意，我的爸爸妈妈有多担心。你看吧，天天经济犯罪，怕我在商场上坑蒙拐骗，是吧？怕我给别人行贿受贿，怕我搞不法经商，是吧？怕我这个拉拉扯扯，把人家领导干部拉下水跟人行贿。一出现事儿，我妈妈就把那报纸剪下来给我，那儿子谁谁又抓起来了。我说行了行了行了，有完没完啊？怎么这事儿你都想到我了呢？你不想你想谁呀？你是我们儿子，你行了吧？你想点好的吧你？那么大岁数了，我就纯粹让你们给放的，还埋怨爸爸妈妈，是吧？我20年出国做生意，移民到加拿大做房地产，喝酒、抽烟、熬夜，你想我爸爸妈妈怎么过的？一见我面，儿子就跟我那个司机说，少让胡总喝点酒。我妈妈都不敢跟我说，我爸爸也不敢跟我说。他说，我儿子，我跟你出去吃一次饭，我看你那么喝酒，我就一晚上睡不着觉，我的手绢哭湿了3年，我的儿子怎么受得了这么个喝法？这点钱有必要这么挣吗？我爸爸说，这胡小林现在疯了，多少钱你能带他走啊？您老人家没学弟子规，是吧？所以我学了，我爸爸妈妈特别高兴，我儿子救了，儿子回来了，而且一见我面，我儿子，我们特别佩服你啊，我们给你发过脾气，骂过你，怎么你就没把你教育过来？你是怎么回事？你跟我们说说，你怎么就变了？这
这肉你就不吃了，酒你就不喝了，烟你也不抽了，你怎么说断就断啊？我说没别的，就是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我说弟子规。弟子规上怎么说的？我妈妈拿老花镜看弟子规看了一个礼拜，就拿钢笔在那抄，抄完了以后他就给别人大夫说，你看人胡小林就这个东西救他，血脂也下来了，血压也不高了，脂肪肝也没了，是吧？你说这东西这么好，怎么是电视上也不演，书店上也没得卖，是不是？学校也不教这东西，你说是儿子，你多给我几本，我见着我那些朋友同事我也给他们发发啊。现在老太太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一见我面，儿子别太亏待自己啊，挣了那么多钱不吃不喝的。我说你看妈，你看当年我这吃吃喝喝你也着急，我是现在不吃不喝了，你看你怎么拿出那么多钱来弄这个印经刻盘，这个我都不敢听这个数，我听着吓一跳，好几百万。我说妈，你看儿子身体好了，觉悟了啊，这个你高兴不高兴？我说真高兴。我高兴的还有很多人碰不到这东西。我妈山东人呢，我说妈，咱们碰到这好东西，咱们得救了。咱要不把这好东西给那些认识的人，你说咱们够意思吗？山东讲话你仗义吗？我说行了，你印吧，刻吧。老太太在慢慢转。哎，现在我能保证一点，哎，我爸爸妈妈不再为我焦虑了，啊，不再为我着急了。而且呢，原来我一回家晚，我妈妈就怕我被抓起来。外边警车一响，哟，胡小林出事了，可别是我们的儿子，啊，让逮着了吧？11点钟保证打电话。现在不会了，一回来吧，又今天碰到同修了，对，我看你脸上放着光就知道法喜充满了嘛，你给人讲讲嘛，对吧？你跟人开发商吃饭，除了谈合同之外，说说应该吃素。是吧？应该孝敬爸爸妈妈，是吧？头一年，爸爸妈妈还担心你这玩意儿，一到你的办公室，好家伙，全是《弟子规》，还得让我鞠个躬。我说对，妈，你也鞠，要把你儿子救了，哎，鞠个吧，啊，鞠个鞠个。学好《弟子规》，做好中国人。各位观众，是好，是这样，我们这个论坛呢，今天是第三天。那么，这是一位台下的观众，就是啊。你们河南省南阳市的观众啊，那么他在台下呢已经听了2天多，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情况。今年呢，这个张老先生啊67岁了，是南阳市啊哪个县呢？请问淇川县啊，淇川县九重镇唐王桥村的。他呢在30多年前呢，因为工作方面的问题呢，受到了一些啊，这个磨难，后来呢被单位开除，还坐了2年牢。从1972年，他上访告状，到今天为止啊，一共上访告状38年，啊，这个老人家可以说他这一辈子呀，都是在。这个怨恨是吧，报复上访告状这个时间当中度过的。
他每一年都去北京，都到啊河南省的很多地区啊去告状，啊，去北京每一年呢，他要去20多次左右，啊，那么最近的一次呢，是在今年的9月份，啊，就是这个月他刚去北京，那么他在9月7号，在郑州火车站呢，因为我们9月初啊，在郑州刚刚举办了传统文化论坛。这个老人家张老先生正好在郑州火车站，那么遇到了一个姓梁的这么一个观众，那么这个观众呢在火车站呢以为这个老人家是要饭的讨饭的，就帮助他，后来就给他讲说你可以去听论坛啊，你可以来做观众，那么留下了电话和地址。这个张老先生啊，后来他回到家里就跟这个姓梁的这个观众啊联系，那么这一次呢南阳市召开论坛，这个张老先生啊就特别赶到这里来听一听啊这个论坛都讲什么，什么是传统文化。这老先生听了2天半了，这个老人家现在有一个决定，告状38年了没有结果，他今天告诉我们他想明白了，他错了，他再也不告状了，是吧？去年呢这个老人家身体中风啊，偏瘫，家里边也没人照顾，非常悲惨。那么现在呢这个乡里边呢镇里边呢很多工作人员一些领导干部也在照顾他，是吧？那么我们下边呢做一个简要的采访，请问老人家呢，您听了这几天论坛呢，啊，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告状的想法？我通过这两天学习，我自己考虑，我论坛是有正确的观点，每个人都得到有我正确的观点才能够处理好问题。可是当时我这个想法告状是只是一个片面的想法，只是口头。对方的想法就是有错的想法掉了，我就认为我不再告状了，应该就树立自己的观点，就这个大家按照论坛的公众一起重新推协力的来学习论坛，来达到人心团人心和解、家庭和解、社会和解这一个目的。我们看到啊，这个人要是长期怨恨，他那个细胞扭曲，他会有反作用力呀。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家中风偏瘫，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这我们是刚见面的，不认识，一看就知道怨恨呐、扭曲呀、所以说人当遇到不顺利的情况，遇到一些委屈的时候，老祖宗告诉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呀。今天的人是相反啊，都是别人不对了，学了传统文化才知道，哎呀，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我们都从自己身上啊找一找问题，哎呀，怎么会受38年的罪呢，是吧？我们再来问一下老人家，您看刚才那个张总啊，他杀人追杀别人呢12年要杀人呢，他现在都不杀了，是吧？您呢听了之后啊，也打算这个状也不告了，是吧？我打算听了这个会议以后，听了他云谈，我有个指导思想，我自己决定我不再告状。再一个，连我自己认识的朋友、上访人员，我可以给他谈的不叫他告状。这个传统文化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人和人不能对立，对立怎么会有和谐呢？啊，应该怎么样呢？大家都想自己的不是啊。如果这个老人家也想自己哪儿错了，啊，单位里的领导也想自己哪里错了，他们一定早就和解了。如果在38年前，1972年。我相信那个时候有这个论坛呢，
这个老人家的一生，这38年不会这么度过呀。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人是幸福的，这个老人家给我们现场做了一个证明啊。啊，你怨恨你看看，哎，拄着拐杖啊，中风和偏瘫呢、真的那个反作用力，那个报应啊，自然规律和惩罚呀，内心不扭曲了，不怨恨了，我们相信呢、那个很多问题呀、自然就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再来问一下，听说呀，现在这个乡政府啊，这个有这个所长在外边等着您，准备啊把您老接回去啊，把您老这个很多的问题啊都能解决好啊，这回您就放心了是吧？对，我他们现在我接回去，我现在不让上我去了，因为我自己走着自己的出路，不想找这个麻烦啊，不给人家添麻烦了、就是这个意思。他自己出路他自己来说解决，我个人出路我个人来解决。我问一下您呢，您怨恨了38年了，这个听了2天的论坛，真的不怨恨了吗？不怨恨了，真是不怨恨了，真不怨恨了。我们大家听到啊，你看，所以很多人说呀，哎，社会和谐是一个口号，不能实现呢，不是这样的，人性本善呐、人心都是肉长的，好人是教出来的啊，真的。你如果要是用对立的方法啊，用报复的方法，那个人心越来越扭曲呀、如果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干部也都是来反省自己哪里错了，我们的这些老百姓也反省自己哪里错了，天下太平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非常感恩这位老人家，也祝福他啊早日康复。谢谢李老，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慢一点啊，谢谢大家，好好，慢一点，好，好，谢谢，好，谢谢，老人家慢一点啊，慢一点，好，好。